打麻将，打麻将，两个小时的。这是干啥呢？待会儿就来了，人家你不常玩，待会儿来你别这么说话啊。他那打个名媛姗姗来迟，排上听了准备胡牌。我看你前两天拍的伦敦照片不错呀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都还是接地气。你看搁伦敦这个喝完咖啡还有心打麻将了，拜拜。 前两天认识个哥哥，挺有钱的，正好一块上伦敦玩去。海伦敦，我看你都吃不上馄饨。我糊了，请你吃。谁糊了？咋的？我糊了。到你了吗，哥们？打没到我呀？我怀疑他是来故意和我作对的。没到你啊，歇歇吧。 突然发生不愉快，你们玩吧，我不玩了。你走，我就玩一把，就前别算我的。急呢，哎呦，我在人样吧，能玩玩玩起别玩啊！这跟你的海景房不一样，你还能当卡拍照，你新人伦敦哥哥受不了了吧？把你出来，哥们咋说话呢？刚开始没跟你说，你要是不乐意玩你就走啊。那我就走呗，不乐意玩。就你啊，这辈子成不了大事儿，名媛，别他妈见个女的就叫名媛，你妈不是女的呀？滚！ 那不玩了，那玩啥呀？上驴了，意思大得改啊！咋的？老板，你这走，下回我还不跟你玩了呢。你不玩了，走。偶然打麻将认识了名媛，他竟然叫滴滴叫到了我车。 这时候感觉不对劲，他来送我车了，你不打麻将打得晚上吗？哥，我哥也不认人上我车。是哥，我以为就是你打得晚上，我利用时间跑走滴滴挣点钱。哥，别忘了你，哥别啊，季哥，这单接都接了，咱拿单挣钱，晚上我请车。够了，不去办，走走走，差评了。这哥老逼灯，哥上车吧，这个接都接了，真行啊，还拼车，我举报你，不是你别举报，他不是你的，拼车咋的？ 有招了，纹身前什么都没爱情，然后发表一段幸福美满的话。我明白会有一颗心，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完犊子！今天真开心，妹子，你这个照片，这热乎吧？慢点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。谁结婚了？谁有孩子了？既然戒指，我俩有娃了。我发的。 兄弟，这快点走，快点拉他眼光，让我感觉到有点。拜拜。我走了。过分了啊！快点呀！好，你呢？趁明媛睡觉，偷偷在朋友圈发我俩有娃的照片。嗨，这太臭了，咋打不比你强啊？坏事，这个妈来了。你咋来了？ 他跟我妈说咋就会孩子呢？哥，你下手这么快，赔钱？不赔啥钱呢？我就他妈关系，那分手呗。就跟他硬刚到底。先让他帮我。你赔曝光我？我就说你张金林啊，脱赔的裤子不是人的，死人渣，别太欺负我一个小时。立马服软。老实静，干嘛呢嘛？我别生气是吧？有啥话咱慢慢说，那不开玩笑呢吗？8800是吧？咋的就8800呀？8800八十八。咋的就8800八十八呀？不赔钱我包我。合着你没给钱呢？我是亲身到场。把钱转过去。给我看，我转呢。人家对我多重。 又不是跟我，快点！我这给你，行行行吗？啊！我也没想到事情发生那么大呀。
录曾经视频，钱我都给你了，我给你录什么曾经视频？不录，现在曝光。行，录录录录，快点的，敢录？对不起、啊。你这是录曾经视频吗？鞠躬。行，我张君临向这位女士诚恳的道歉，对不起，朋友圈发的内容都是开玩笑的，对不起，行了吗？管你吧，整一溜包子，等着，给你钱还这样，那你正经挺大的，大个屁！我就这么说啊，兄弟，咱俩今天就是全世界的人脉，把这人都给我找出来，我到底要看看哪个妈整我。对对对，哎。